要，很恐怖，scary。多买点东西。哦呀，哎不不，OK，so，他讲海上还有伊曼，大家看一下这个十七页啊，十七页，OK。Haizal dan Imam melihat dua jenis sel di bawah mikroskop. 他用显微镜看啊，two types of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Haizal melihat sel P，Haizal 看 P 呀，OK。然后 Imam melihat sel Q，Imam 就看 Q。啊，然后呢，就讲这个 Haizal 看，因为好像等下还有讲到一点哦，这个是 Imam 看的啊，OK。所以。这个题目讲的是那么干烧羊的厉害，那么干烧羊的厉害，only has all done human 啊，peace animal cell 啊，烧台湾，对，他问我们那么干烧吗？啊，就是它是什么细胞？对了，animal cell，用大写啊，不要紧啊，我只是大写官嘛。cell 懂不哈呐？这个是 plant cell 啊，这些有没有大写不要紧，OK？怎么改没有做？啊，这个这样容易的东西，这个前面有了的啊，大家写一写啊。OK，来大家，哎，video 开啊，然后呢，这一个 X，它叫我们 label，有时啊，它会给你选好的，你就很好啊，幸福啊，有时啊，哦，啊，如果有也有可能它没有给我们选的啊，我们要自己 spell 出来的，OK，所以这个是大脑来的，对不对？它的中心哦，nucleus，那我写这些部位不要大字母的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要不要大字母这些部位？没有也不要紧。会不需要，嗯，OK，这个是 vacuum 啊，是，这个就这样吧，有2分。诶，刚进来的人对照一下，写一写啊，刚进来的，Jenny 优胜还没有 connect 到声音优胜。Genie，connecting，OK，优生 connect 到了，优生 check 一下，写一写啊，OK，我弄小一点点，好，mengapa gas sel yang dilihat oleh Haizal tidak menjalankan photosynthesis？为什么 Haizal 所看的那个 cell？因为啊，像但是海湾没有那个，OK，陀螺棒。对了，你要提到它是小海湾，再来它没有 chloroplast 或者是 chlorophyll，所以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OK，很好，所以你讲啊，小一读啊一要啦，小海湾，tidak mempunyai 什么 chlor Chloroplast 啊，或者是 chloroplast 啊，咱 chlorophyll untuk menjalankan fotosintesis. OK。把你想到的东西写下去就可以了。其实啊，句子不一定要跟死我这个的啊，只是现在我跟着你们刚刚讲的东西来写吧。OK，it is，and 不过你要注意分数啊，这种是 K 码题啊。你看2分哦，你提到你在想你的2分是怎样来的咯？好像像我们讲到它是一个 animal cell，它没有 chloroplast 哦，或者是 chlorophyll 啦，chlorophyll 是叶绿素啊，chloroplast 是带那个带子啊，所以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我们就这样讲咯。OK。
it is an animal cell which does not have chloroplast or chlorophyll to carry out photosynthesis. Okay. 虽然我是讲你把你会的东西就是尽情的写，这样写都可以啦，但是有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 terms 啊，我们还是要懂 spelling 的，对吗？如果这一个句子我们不懂 chlorophyll 是拿不到分了的啦， chloroplast 如果你不懂 chloroplast 对吗，如果我们不会写的话 chloroplast 你不会 spell 的话你是拿不到分了的啦，哈，因为他要的重点就是这一些字，你只要懂那些 technical 的字，句子你自己去尽情的写就好了。 OK， 写一写啊，大家要给你点时间啊，埋文的写埋文，英文写英文就好了啊。加弦有写吗？OK OK， 我翻了啊，不要没有写完的跟我讲啊。 OK OK， 这里他讲有四个 microorganisms， 四个微生物，四种啊微生物，他叫我们狗什么东西，打勾，打勾，打勾什么东西？打勾那个有多个细胞那个。多细胞生物啊，两分，很有可能是两个，很有可能啊，我不要讲一丁啊，两分很有可能是两个，所以啊，伊登，你要不要画一下我的 screen？ 伊登啊，哪一个是多细胞生物来的呢？以前你们可以画我的 screen 啊。我看一下，啊，对呀、啊，我的其他靠谁的讲？我叫本来你们画吧，直接画吧。有一些班没有什么讲话的，他们很多反应的，他们一直在 chat 大班的啦。有些班是比较爱讲的，有些他们不讲了，叫我们画，你直接画给我啊，因为我们轮流回答嘛。OK， 说两个啊，一个是。你可以 try 啊，你可以画一画，找一下那个画的 function， 它叫 anodic， 有一个笔的 ，OK 啊，你用这个是 mucor， 这个是 spirogyra，OK，、okay? 它们都是多细胞生物，这个是 amoeba 吗？哦，这个是 euglena 吗？单细胞生物来的啊 ，OK， 这里呢，它讲根据以上的图表 ，bila satu microorganisma yang mempunyai ciri-ciri di bawah。Choose one microorganism tha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below. 他叫我们选一个有这个特征的 ，boleh bergerak, can move 啊 ，dan hidup di kawasan berair 啊有水的地方 ，live in watery areas. 哪一个呢 ？OK， 可以是 amoeba L 或其实还有一个啦，它也是啊，是啊，这个 euglena 也是啊。对不对？好、哦，尤里娜也是啊，所以你可以写 L 还有 N， 通常他给我们这种 alphabet 就是讲你可以用的，说 L 和 N， 哈 ，L， 他要一个罢了啊，把我两个都写给你啊，因为我们在练习，我们可以知道一下，你也可以写两个，他要一个罢了啦 ，OK， boleh menjalankan photosynthesis， can carry out photosynthesis， 可以进行。什么是 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对了，好，对，谁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其实这里有两个。Spirogyra，M 可以啊，还有一个是 euglena 啊 ，N 啊 ，euglena 特别的嘛，你们记得吗？哦，啊，它好像动物细胞，但是其实它 special 的，它是哪里有啊？Lina 是动物和植物细胞的特征都有，那么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啊，有 Lina。等一下啊，所以
什么意思啊？两个都是 urine 啊，所以m 跟 n 呢，这个是，哦，应该可以吧？因为它什么？可以啊，因为它确实都有啊。OK？ 行、yeah. ，嗯，真快了，手脚很快。OK， 看一下下面是什么？还有一个 C 嘞，我们做掉这个 C 先。哎，大家，所以他叫我们发现 kedua dua microorganism unicell dan multicell mempunyai 这三共同点，两个都有什么 ？membrane 啊，有皮，对了，表皮 ，both unicellular cellular and multicellular microorganisms have cell membrane and 两个都有的是 nucleus。对了 ，nucleus membrane 还有 nucleus 啊，画一下 ，OK， OK， 我们再往上看回去，还有一下子罢了啊，很快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人体细胞，哎，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先，没有了 ，OK， 这是。我们的课本来的啊，有谁还没有拿到课本的？来，你可以看一看我。我没有拿到。还没有上，还没有去学校啊，就是讲。还没有拿课本。还没有拿到课本啊？哦，所以课本是很美的，其实啊，如果你在考虑买参考书啊，我建议你直接买课本就好了。Science, Geography, Sejarah， 都可以买课本。数学就买做的比较好。啊，数学买做的就好，数学你要买是可以，因为你现在买哦，你要准备收到 Form 3的嘛， Form 3有考回的嘛，我讲，所以你直接买课本，因为老师教或者是我们这边教，你可以写直接写在课本里面了啊，尤其是你老师，是老师叫我们写笔记的哦，哦哦，是哈，现在很多抄笔记的哈、哦，为什么？是吗？是吗？我觉得写笔记没有用嘞。哦，做练习还 OK， 哇，一直抄笔记。我是有听到我的其他学生全部都在写笔记。那个笔记是你们自己做的，老师要你自己做。要你抄三六五五的。他有挂乎挂就是先跟你讲要哪一句，然后再教你抄，没有，全部抄。哦、是啊 ，OK， 来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OK， 现在我们看哦，如果是人体细胞啊 ，OK， 当然我们也是属于动物嘛，对吗？我们身上的细胞也是属于动物细胞。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动物细胞啊，刚才学的那个啦，其实它是最基本的动物细胞。其实动物细胞有很多种类的 ，OK。好像比如说人体就有很多种类了啊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来的呢？你觉得？这是什么来的？啊 ，epithelial cell 啊 ，epithelium cell。给 epithelium 其实表皮细胞啊，表皮不是外面罢了，你知道吗？里面也有皮的，里面的皮在哪里？一根？里面哦，身体里面也有皮的。啊，因为我们的内脏啊，你的 organs， 比如说你的心脏、你的 liver 肝、你的胃的里面是很厉害的嘞，它的表皮，你的胃的里面是最厉害的。其实，如果这样，我觉得我自己所谓的厉害啦，因为厉害要看哪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全身上下最厉害的 epithelium cell 是在胃里面，因为你的胃酸是很强的，它什么东西可以腐蚀的。可以杀菌，可是你的胃的里面那一层是不会被腐蚀掉的，是不是？除非你一直没有冲洗，不定时冲洗啊，然后会胃痛，对吗？因为它开始腐蚀掉了。那挺好。哈，普通的情况下，你的胃里面的这个表皮细胞可以保护到那个胃，很厉害。OK， 所以 epithelium 是表皮细胞啊，外面和里面都是。OK， 这叫 epithelium 啊。啊，它也会释放出 mucus 黏液的，所以你的胃里面其实为什么这样厉害？它会释放出一层黏液，可以保护到内层啊，你的胃的内层。OK， 所以它指的是皮来的。然后呢，这个是什么细胞来的？你觉得？你这样的哦，又有星星这样，又长长的，
这是什么细胞？啊，一个啊，一灯呢？一灯一，这什么细胞？这样的，有看过吗？啊，一灯在吗？这个是它指着大脑哦，大脑里面是什么细胞来的嘞？哈，我们每次细胞啊。神经细胞，对，神经细胞。大脑里面我们没讲脑细胞，脑细胞什么是脑细胞？其实呢是神经线来的，大脑是很多很多神经线啊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每次看戏讲哦，大脑的手术很难做啊什么啊，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它是很多很多神经线胞啊，哎，神经线的细胞挤在一起的在大脑。 OK， 它也是神经线的细胞从大脑延伸下来到我们的脊椎神经、脊椎骨里面，到我们的皮肤都有的，你知道吗？你摸到，你 feel 到冷啊、热啊，全部都是神经细胞、神经线的细胞。所以那个细胞为什么长长呢？因为它直接送上大脑，从你的手指，你要你像你 feel 下你的手指，摸一下东西，你可以摸到东西是不是？因为你感应到了哦，它就会 send message 啊，它会 send 脑电波。从你的手线上大脑，所以它是长长的啊。OK， 这个也是动物细胞一种啊。再来红血球细胞啊，这个是血的细胞了，但是血里面有很多的哦。这是红血球的细胞啊。红血球的特点是它没有 nucleus， 没有 nucleus 啊，这是唯一一个我们生也不是唯一了，这是一个红血球的特点，它是没有大脑的。怎么没有大脑啊？它要尽可能的运用它所有的位置，你看它是这样凹进去的中间，是不是？等下它会膨胀起来，因为呢，它要运用所有的位置运送氧气。大家记得啊，红血球是运送氧气的，我会再讲的哈，只是现在我带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它的最大重点先 ，OK？ 啊，所以你听过吗？捐了血的话，会叫那个人怎样啊？捐了血会有什么？一般哦，二十。可以捐掉一半了，一半不能了，要死了。捐了血，他们捐一小包包，嗯，捐了血，可能他不能做激烈运动先，因为可能他的血不是很够提供氧气给他的身体啊。他正常的作息是可以的，通常啊，捐了血。几个星期才是制造回啦 ，OK， 对，通常是几个星期过后，他可以制造回啊一样多的数量，然后他可以再捐多咯，啊，要好几个星期 ，OK。二脚是什么？这个它指在哪里？白血球，谁知道白血球做什么的？因为它发免疫系统了。啊，白血球，OK， 说其实白血球是透明的，这么它放这个 color， 因为真的是看不到，白血球真的是白色透明的 ，OK， 它是帮助免疫系统的，对，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去打 vaccine 对吗？我们有打没有啊？打了的。没有打了 ，OK， 打 vaccine 就是去刺激白血球，帮我们产生抵抗力的。哦，嗯，所以白血球是给我们有抵抗力的啊。啊，再来，这个大家知道，它指哪里？我看哦，很明显的，它指的地方，这个精子跟卵子啦，说繁殖细胞。所以其实繁殖细胞当然它是帮助繁殖啦，但是它有个重点，就是带了基因那。那个精子带了男性的基因，那个卵子带了妈妈的基因，对吗？所以结合起来，那个 baby 有时像妈妈，有时像爸爸，这样哦，是不是？啊，这个嘞，这什么细胞？脚。啊，它画在脚那边，它写 cell odor， 什么是 odor？ muscle 啊呢？啊，其实 muscle 细胞是让我们动的，骨头不会动的啊，大家。记得啊，改天啊，骨头是不会动的，谁在动？肌肉拔那个骨头，让你的骨头动啊，你明白我讲吗？肌肉是黏住骨头的，你吃鸡腿的时候有没有啊？所以真正来讲，你动，谁在动？肌肉在动啊 ，OK， 骨头是不会动的啊。我们大概讲过这个先，所以你看啊，身上有很多的细胞 ，OK， 很多种类的细胞啊，你有空你可以开始背一背先了。我们下一堂课见大家 ，OK？ 我发现课本上面那个东西的字比较多，那个东西那个笔记上面字比较少哦。啊，有，其实还我觉得这字还有一些比较难的，在接下来后面来着，就是读人的身体的系统啊，就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背着去哦，你看有简单的字，你会，你已经会一点一点了的，你背着去先了。哦 ，OK 啊，大家下一堂课见啦，拜拜。